前面有个美女啊，在日本这个美女就是腿不直。欢迎158，欢迎您。下雨，是的，今天下雨了，都是罗圈腿，果然不假，是吧？刚才那个美女就是，人儿挺细的，人儿挺瘦的，罗圈腿的。哇哦，感谢送来的小鹿角，谢谢，萌萌小鹿角。欢迎百度网友，欢迎大家啊！欢迎天上掉下个小萌妹，欢迎小萌妹。感谢送来的歪熊比心，谢谢。小萌妹起得挺早的，现在是。咱家里时间是九点出头啊，街上也没人，他街上有没有人跟这个 YQ 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啊，完全就是该上班的上班啊。到名古屋车站那边人还多一点，这个时间点儿。像这种办公区的话，都是在办公楼里工作的。啊，证券公司，我五啥意思？小萌妹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啊。你想说你5点就起床了？我不信啊。卷不卷？咋不卷呢？嗯，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说。